我是生科系焦传金，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探索大脑的奥秘。人类的大脑是由大约1000亿个神经细胞所构成，它是我们喜怒哀乐的来源，也赋予了我们可以有怀念过去、想象未来的空间。1000亿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，1000亿的神经细胞远超过银河系里的所有星星，也超过了在撒哈拉沙漠里面的所有的沙粒的总和。这些众多的神经细胞构成神经网络，而这些神经网络集合在一起，做出各种不同的功能，则构成了我们的心智。心智是什么呢？心智是所有知识与创意的基础，无论是我们的感觉与知觉、学习与记忆，都是靠我们头顶上这一颗1.5公斤重的神经组织大脑所构成的。我是故我在，我们的存在呢，也是因为我们有大脑才能够有我们的自我存在。这个课程呢，神经科学微学程有三门基础课程及一门进阶课程所构成，其中的细胞神经科学与系统神经科学由我本人负责为各位讲授，认知神经科学的部分由本校外语系杨范贝老师为各位讲授，另外在计算神经科学部分由生科系的罗中全教授为各位讲授。在这个课程里面呢，最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借由学习分子、细胞、生理、心理、行为等各层次的观念，以了解脑神经系统运作的基本法则。现在就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探索大脑的世界。